2015年算是国产 SUV 市场相当热闹的一年。那随着 Outlander 和 X-Trail 的陆续到位 ，CR-V 也在今年4月推出小改款的车型。那么它小改款的部分包含针对一些外形部分，还有安全配备的升级。重点是它的售价也小幅调降了10,000元。以我们今天所试驾的 2.0 VTI 为例，它的建议售价是84.9万元。不过它一些外观内装的一些选配套件都是另外计价的。在外观部分，因为我们今天所试驾的是配件车，所以和一般的版本有些不同的地方。那么在水箱护罩部分，它选配了一个大面积的蜂巢状水箱护罩，在外框有镀铬饰板，而在两侧的头灯搭配的是卤素灯泡，而且它附有一个鱼眼主灯。在 HID 的部分，只有在 2.4 VTIS 和 2.4S 才可以看到。那么在下方的雾灯，它搭配的是 LED 的灯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LED 日行灯，它是在 2.0 上面原本没有这样的配备，透过加选才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升级，而且它的形状和原厂所标配的是不太一样的。车色部分 ，CR-V 一样维持一个方正的格局，而且它并没有做太多的改变。不过透过一些加选配备，它可以变得更加的丰富。那么这些加选配备包含了晴雨窗，那在后照镜的前端，它也有一些镀铬饰条。门板的下方前后两端都有镀铬饰条的搭载。那么在轮圈的部分搭配的是17寸的铝圈，它的配胎是225/65/17。那如果你要见到18寸的铝圈的话，那得要在 2.4 VTIS 和 2.4S 上面才可以见到。最后看到车尾部分，其实它并没有做太大的改变，一样采用直列式的尾灯，它里面也采用卤素灯泡。那么至于在顶端的小尾翼和在车后门板的一些金属饰板的搭载以及尾饰管的搭载，这些都是属于原厂的选配套件。接着我们来看到行李箱面积方面，首先它有一个电磁阀开启的尾门，那么在开启之后，透过油压顶杆，它可以自动的升起。它的开口面积相当的大，而且开口的高度也算蛮适中的。那么你可以透过两侧的一个拉杆，让它很迅速的透过六四分离倾倒的功能，让它空间更加的延伸，而且在倾倒之后，它的平整性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而在内装配置方面，它采用大理石纹的饰板，而这在各个车型上面都是采用同样的配置。比较特别的是，在中央这组安全智慧影音触控系统，那它具备了收音机、原厂导航，还有手机联网的功能之后，它也有 APP 的扩充。至于一些外接功能方面，它包含了行车记录器、抬头显示器，还有数位电视等功能。不过这套系统原本在 2.0 上面的车型是没有配备的。那么消费者可以透过升级来享有这样的功能。至于一些其他的内装配置 ，CR-V 小改款并没有针对这些部分做太大的改变。不过一些便利机能方面，包含了双区的恒温空调，还有方向盘的一些快播键，包含了定速巡航功能，它都是有搭载的。双前座椅方面，它采用手动调整的功能。如果要有电动座椅的话，只有在 2.4S 上面才可以看到。不过这两张座椅在整个椅面的造型还算设计也不错，尤其它在侧向的支撑性表现是相当不错的。不过我认为它在腿部的支撑表现其实还有进步的空间。在后排乘坐表现方面，首先一样将前方调成我正常的坐姿。以我178公分的身高，我的膝部空间大概有将近两个拳头的距离，而在头部空间有将近一个拳头加两个指头的距离，乘坐起来的品质算是蛮舒适的。同时它也具备了中央扶手的功能，而它在便利机能方面它也具备了后排的冷气出风口。底板的平整性相当的不错，其实你在上下车的时候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在椅背的部分，它也可以透过段数的调整，让你获得一个更舒适的坐姿。
在安全配备方面，基础的 ABS、EBD 这些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那么至于一些比较进阶的，包含车身动态稳定系统、斜坡辅助，还有胎压侦测，小改款之后的 CR-V 也将它列为标准配备。而在全新的盲点监视系统方面，它是透过后照镜两端的监视摄影机，将画面传递到中央的这组液晶触控萤幕。当你在打方向灯的时候，你就可以得知两侧的一个讯息。不过这套系统原本是在 2.4 VTIS 以上的车型才会搭载，那么在 2.0 上面是没有的。消费者也可以透过加选的方式来获得这样的一个配备。而在安全气囊方面，在 2.4 VTIS 以上的车型都是标配四具的辅助气囊，以外的都是两具的搭配。那么我觉得它在这次小改款还是没有见到六具辅助气囊的搭载，算是蛮可惜的一个部分。现在试驾的是 CR-V 2.0 VTI， 那么它搭载的是一具 2.0 升的自然进气引擎，最大马力155匹，产生在6500转，而最大扭力 19.4 公斤米，产生在4300转。搭配的变速箱是五速的自排变速系统，那么它没有手动换挡的功能，所以它在方向盘后方也没有换挡拨片。那么这组动力和变速箱的搭载，虽然它在变速箱的换挡品质算是蛮不错的，不过在 2.0 的车型上面，它的动力输出还是比较和缓，比较温吞一点。如果你要追求一个更大的马力或更顺畅的动能输出的话， 2.4 升的引擎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至于在操控表现方面，仍然是 CR-V 相当好的一个优势。那么它的电子辅助方向盘开起来相当的轻松，不过它的指向性也是相当的优异的。那么虽然它是一个 SUV 的车身，不过它也稍稍具有一些房车的特质，让你在开起来的时候非常的精准。那么在双前座椅，它也带来相当好的一个支撑表现。那么在乘坐的一个姿势上，也是比较偏向于房车的。虽然你的视角会比较好，那这是 SUV 所带来的一个特色。至于在悬吊系统的搭配方面，虽然 CR-V 它采用长行程的悬吊系统，不过我觉得它在路面的资讯回馈算是蛮丰富的，那不会有过软的情况，那你可以相当明确的感受到你压过什么东西，这对驾驶者来讲，我觉得这也是相当重要的回馈。那么以上讲的都是 CR-V 一些既有的优点，不过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改进的空间。那么包含它虽然有一个很好的置物空间，它的车室空间相当的大，不过在车内一些隔音品质，包含车内的回音，还有轮胎滚动的声音，都还是没有办法很有效的被抑制到。那我觉得它在这个部分还是有加强的空间。那么整体来看，小改款的 CR-V 虽然变动幅度没有预期中的那么的大，不过它仍然维持一个相当好的空间运用表现。主动安全配备的下放算是蛮可圈可点的部分，不过在六气囊的部分它仍然是没有搭载的。针对这一点，如果做一些升级的话，我相信它可以更符合消费者的一些需求。那么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